請埋葉議員。主席，我主席，剛才我是提到有關呢一個嘅公務呢、這個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有關嘅工作同埋嗰個編制，我講到綱領三嗰度嗰個嘅問題。咁我哋睇翻綱領三咧，其中一啲嘅需留意嘅事項咧，就係、是、其中一點咧，好多點啊，主席，我唔詳細講曬咧，因為真係好多方面嘅工作。咁其中我提到嘅咧，就講駐京辦咧嗰、那個開支係高達1830萬，駐粵辦就1650萬，駐上海辦咧都成800萬嘅啊。咁就你睇翻佢嗰個嘅官員嘅級別嗰、那個情況咧，你就覺得真係誇張。即係如果有咁多官咁多人，咪留翻喺香港幫下香港人渡過難關，係嘛？處理好啲房屋問題，處理好啲醫療問題。駐京辦有19個人，主席，19個啊，真係好過癮嘅啲 number 就係19。唉，首長級人數係最多嘅。嗱，駐北京辦事處咧，2014-15年嘅人手編制咧，係有3名嘅首長級嘅人員。點樣係首長級人員呢？即係1名係首長級嘅甲級政務官，跟住1名首長級嘅乙級嘅政務官，跟住1名首長級咧就丙級嘅政務官，跟住咧就有16名嘅非首長級嘅人員。咁啊，其中咧有2名高級政務主任都唔低嘅，主席，啲政務主任都好高薪，即係但一般呢啲都係有經驗噶啦，去親呢個北京啊。即係呢啲都係等升嘅位，可能即係過下冷河嗰過去，有個機會認識下內地啲高官，了解下內部啲情況，跟住調翻嚟香港咧，即係就隨時3級跳噶啦。咁當然呢個係要確保佢唔好出錯啦，係嘛？即係可能順便上去又學下啲即係普通話啦。我啲普通話就太過普通啦。咁所以即係去呢啲咁嘅辦事處咧，其實係半培訓嘅啫。啊，即係學習下內地嘅官場文化。不過千祈唔好。即係透過呢啲職位咧學飲酒啊，學埋帶啲內地官場啲陋習。咁咧就2名高級政務主任，1名首席貿易主任，4名貿易主任，1名首席入境事務主任，1名總入境事務主任。咁2名入境事務主任，唔係3名入境事務主任。咁跟住咧就又係啲咁嘅政治化妝師啦，啲總新聞主任。我成日覺得嗰啲總新聞主任都唔知係咪做，即係長毛嗰幾日講到咧，就新聞主任好似爭取新聞自由嗰啲就無關嘅，係嘛？咁啲新聞主任咧就其實幫政府即係包裝，係嘛？即係報喜不報醜，咁咧就將啲好嘅嘢咧，將政府認為好嘅嘢咧就硬銷，將啲唔好嘅消息咧就隱藏，或者問極都唔答，係嘛？好似。早前啲議員問呢個行政會議啲開會記錄，問邊個都冇得答㗎啦，你問新聞主任都冇用啦，啊啲政府高層即係拒絕透露咧，你點樣去掘，點樣去挖咧，即係都挖唔到。咁除咗呢個總新聞主任同埋1名新聞主任之外咧，亦都係有1名一級行政主任同埋1名高級私人秘書。啊，咁整體嚟講咧，就負責執行嘅職務嘅人員多。啊，即係負責呢一個嘅所謂一般辦事處行政嗰啲嘅職位咧就較少。咁呢個編制上肯定好過特首辦。哇，特首辦啲咁嘅秘書啊，同埋負責行政啊，即係嗰啲負責一般即係辦事處啲人咧多到無倫嘅，係嘛？淨係負責呢個機密檔案都要5個人。啊，唔知點解駐京辦又唔使負責機密檔案，好有趣喎、啊，真係。啊！第日問下，咦？點解特首辦就要5個嘅負責機密檔案嘅職員？咦？點解駐京辦1個負責機密檔案都唔使呢？可能冇咩機密啊！駐京辦完全冇機密嘢，咁冇乜機密嘢，即係冇嘢做啦。大佬，你而家少少新聞，好似內地最近有個前記者被呢一個嘅拘控，係嘛？即係透露一啲網上都可以有嘅消息，就已經話佢係透露國家機密啦。咁所以你話，如果成個駐京辦，都冇人需要處理機密文件、機密檔案嘅話咧，即係話即係網上啲所謂敏感啲嘅資料，佢都隨時冇，咁即係廢嘅咯喎！呢個辦事處
即係淨係飲酒，淨係招呼啲人嘅啫喎。話啱啱喺網上流傳緊，即係最近香港人有一個喺杭州食飯啫嘛。哇！食飯都話佢冇申請，爭啲要拉要鎖咁滯。不啲題外話咧，嗱講翻呢個嘅駐京辦咧，頭先我都提到，喂大佬，政府啲高官，特別所謂呢啲嘅一名首長級甲級政務官呢啲去到咧，即係隨時係建立呢個網絡關係，即係為自己第日退休即係謀定後路。咁所以可能第日都要即係唔好俾呢啲官喺上面太耐，因為早前我認識嗰個咧，可能下面即係香港冇個局肯要啊。係嘛？因為即係太過高級咧，即係冇一個嘅政府部門可以容得落，咁所以就喺上面太耐，喺上面留得耐得滯咧，就呢個染咗好多上面啲官僚架構、啲官僚文化，咁所以即係退咗休之後咧，都留翻喺北京，唔翻嚟香港。咁呢啲故事其實即係反映一個嘅幾唔好嘅現象，或者係一個嘅唔值得呢個嘅學習嘅。即係情況係嘛？咁你即係啲官咧，就算即係眾多呢個嘅退休啲高官好多都係啦。即係有啲真係服務人民係嘛，唔會接受啲大財團嘅聘用啊。即係有前即係早前都報紙都報導過咧，即係有一個嘅退休嘅前警務院處長話明淨係做義工，唔接受任何嘅聘用啊。呢啲咧就值得呢個嘅即係讚揚，高度讚揚。但係有啲咧。哇！大佬未退休已經申請定特別批准，幫啲大財團做看門狗係嘛？呢啲咧一定要即係強烈譴責。喺警隊就做一哥，退休之後咧就做財團嘅蝦巴狗。嗱，主席講翻呢個嘅駐京呢個嘅駐粵辦方面咧，就有關啲工作範圍啊，駐粵辦咧就當然比駐京辦人少啦。咁整體嘅高層人員都冇呢個駐京辦咁高啦。咁但係都唔少嘅，呢個嘅駐粵辦呢個編制呢，有一名首長級人員呢個首長級粵級政務官同北京駐京辦比呢，就冇咗嗰個嘅甲級政務官係咪？咁但係都係個粵級政務官有14名嘅非首長級人員都係高級政務主任貿易主任入境處啲人員等等咁啦，新聞主任等等咁。咁但係有一點，我想指出，我多年嚟對呢個嘅即係駐內地辦事處嘅不滿咧，正如我先前所講，就係呢個嘅政府高層咧，就話寧願探熊貓都唔探被監禁嘅港人，即係話要探港人，要求探，要求了解咧，就話對內地政府嘅內地部門嘅不敬呢個咁嘅態度咧，我係必須要譴責。嗱，過去多年嚟咧，我都問咗少少嘅資料咧，喺呢一個嘅2013年。涉及到台灣同埋呢個嘅內地辦事處咧，總共接獲353宗本港居民有關人身安全嘅個案，駐京辦咧就156宗，駐粵辦咧就184，駐成都經貿辦咧就得13宗。咁呢一個數字咧，就真係顯示呢一個嘅駐內地辦宣傳不足，或者港人咧。對佢真係絕對冇信心。我自己喺香港嘅辦事處嘅主席，差唔多個個禮拜都接受，即係都收到有關一啲涉及到內地問題嘅投訴個案嘅，係嘛？包括涉及到有啲嘅即係房地產俾人哋即係武力收不合理或者非法武力咁樣收咗佢啲祖屋啦，又冇得賠啦，係嘛？咁有一啲可能係啲親人被監禁啦，咁有啲可能就去咗呢個嘅個地方，過咗一段時間係完全冇消息啦，即係或者係涉及到一啲嘅經濟商業嘅糾紛，就俾呢個嘅公安用行政拘留權呢、這個拘捕拘控，跟住就呢個監禁，即係完全唔俾探或者係冇消息。咁遲啲就話，咦？你要拎幾多萬嚟？幾多百？幾多十萬、百萬嚟咧？即係只可以呢個嘅釋放咁。咁等等好多呢啲，上海又有，呢個昆明又有，各個地區都有嘅，係嘛？即係呢啲咁嘅糾紛，即係不絕。咁每每都涉及到呢個嘅內地有關部門，特別係公安部門方面咧，即係被指濫權。咁你話一年，話大佬你嘥成個億。
咁多嘅官喺上面，香港人經常受到呢個嘅不合理甚至係非法嘅對待。不，你成個辦事處加埋，平均一日得一宗嘅啫喎，係嘛？一年353宗啊嘛，係嘛？即係一年365日，即係平均一日不及一宗。咁即係話，即係你咁多香港人喺內地經常受到呢個不合理嘅對待，甚至係一啲非法對待，有啲係涉及到人身嘅安全，係嘛？即係我試過有，當然有時候我哋都會聯絡呢個入境處或者係保安局要求協助啦。咁首先都透過呢個機會咧，即係多謝保安局都間中協助到有啲即係港人可以咧係安全即係翻翻嚟。咁但係裡面涉及到個個案，有啲係直情嘅即係身心受損，有啲直情係被毒打嘅，成身傷痕嘅，係嘛？有啲係要即係已經係要被威逼利誘或者勒索。已經要支付咗數以十萬至翻到嚟香港，即係其後要追究，想要有個合理啲嘅制度，幫佢向上面追討翻，唔好話攞翻啲錢啊，就算要攞翻個公道啊，都可以話係即係絕無僅有啊，即係可以話係真係奇蹟咁就當係。咁所以呢啲問題，即係你叫香港人要支付成個億俾呢個嚇。即係你啲咁嘅高官為自己呢個嘅日後退休謀取呢個嘅鋪定後路啊，建立啲人事網絡關係，過啲奢華喺內地過啲奢華嘅生活。香港人有難嘅時候啊，亦都睇唔到提供到呢個嘅合理或者係有效嘅支援服務咧，即係我覺得係必須加以譴責咧，同埋係感到呢個嘅極為呢個嘅憤怒嘅。咁所以即係既然呢個內地辦事處喺咁多方面都即係對港人嗰個嘅協助都咁軟弱無力嘅話呢，唔該唔好喺度即係獻世，亦都唔喺度呢浪費呢個公帑。嗱咁耐呢，我哋睇啲報告，主席，即係如果你呢個嘅內地辦事處能夠真真正正，因為喺呢個議事堂，包括喺有關委員會同埋其他場合，我哋都強烈攻擊批評呢個內地事務，即係內地辦呢喺呢方面係做唔到嘢嘅。但係咁多年嚟，你都冇睇到佢哋啲官員好驕傲咁樣企出嚟話俾我哋知，佢哋成功幫過哪一些的市民，哪一類型的個案是成功幫到他們。當然我們知道有一些基於醫療問題，他們透過即保安局的安排，可以透過邊境那裡再接觸，跟著就送他回來香港，跟著香港在這個邊界那裡已經有這個救護車協助他們，跟著回來就立刻去醫院。這些我們知有的，這些知我們知有的在醫療方面。但是真真正正涉及到內地公安用行政拘留權不恰當地扣留有關人士，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內地公安可能雙方面有糾紛，邊方面有公安嗰個影響力，就可以透過公安去扣押某啲人咧，跟住就要逼嗰邊，即係差唔多係俾曬錢。你都知道內地好多合作關係咧，係香港嘅投資者同呢一個嘅內地某啲嘅部門或者內地某啲城鎮有影響力嘅人士即係合作。一涉及到呢啲咁嘅糾紛咧，好多時就利用呢一個嘅公安嘅即係行政拘留權咧，係扣押呢個香港嘅商人。我諗主席呢啲個案，我諗你絕對比我認識得多。啊，經民聯又好，自由黨又好，即係我都相信，特別民建聯，即係都收到唔少呢方面咁嘅投訴。有好多係去曬你哋嗰度之後嚟揾我嘅，係嘛？我都同佢講係有心無力。咦，我民建聯都幫唔到你啊！民建聯咁多人大代表，呢啲個案幫唔到你啊！經民聯都好多呢一個人大代表啦，係嘛？話香港人大都幫唔到你，你嚟揾我呢個反對派嘅議員。但係我話俾你知，主席，我辦事處個個禮拜都有類似咁嘅個案，係嘛？即係佢哋覺得可能透過我哋呢啲反對派，可能俾到啲嘅即係壓力啊，呢一個嘅即係香港政府又好啊，即係或者叫我哋幫佢掟招掃場啊，將佢哋嘅不滿憤怒。即係可以呢一個嘅釋懷，其中當然涉及到裡面有啲嘅訴訟個案嘅，裡面有啲涉及到即係司法程序，亦都判咗去敗訴。但如果你熟悉內地嘅司法咧，係有價講嘅。內地嘅司法就係即係咩類型嘅案，你要俾幾多萬就有咩判決結果㗎啦，係嘛？呢啲咁嘅個案亦都即係數之不盡。
咁所以即係既然呢個內地辦事處喺呢方面幫唔到香港人呢，所以刪除佢呢方面嘅開支呢係絕對正確，更加唔好俾機會佢再開拓咁多辦事處啦，係咪？你越開得多就幫香港啲高官呢係謀即係尋求呢個嘅退休嘅後路。仲有邊位議員想發言？梁國雄議員。主席，咁當然我真係講返曾俊華啦，因為佢呢本綠色嘅嘢即係出唔出到人工呢就是、一個課本嚟嘅。嗱，其實曾先生呢就陳偉業議員，去嚟聽阿長毛講，佢咁耐喺個網誌就講咁多嘢，嚟呢度都唔見佢講嘢，唔見佢聽我哋講嘢。我哋公開邀請曾俊華出席呢個會議，要求點人？秘書請傳召議員返回會議室。
請議員回座。李光耀，喂，主席，咁就即係我哋要多層次、多方面咁去研究，即係曾司長嘅功績啦，係咪？咁其實有一個問題，佢唔係冇思量到即係香港嘅經濟嘅發展嘅。咁我上一次啊，主席唔在你個位嘅時候咧，我講到就係話佢用滴漏原理，即係用咗幾用咗啊好多年都冇變。咁當然係因為佢冇讀過經濟學，咁而佢施政就係曾蔭權。咁曾蔭權就係滴漏經濟學嘅即係一個信徒嚟嘅。咁當然每一個官員佢有權去用佢嗰個經濟嘅睇法咧去操弄我哋嘅經濟嘅。問題就係咪選出嚟？咁而家唔係講民主，咁我就不表。但個問題就係點樣咧？佢諗過嘅，而且佢亦都有政治嘅計算，好似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嘅辯論咁咧，即係佢好早已經預告咗咧有個財政嘅危機。嗱，如果我哋係坦白咁講，睇往績。無論是我正話，即係呢個大力鞭撻嘅未來基金呢個概念，或者是今日財政懸崖嘅概念，到底是不是冇往績沉嘅咧？係有嘅。嗱，其實曾俊華佢不停咁樣諗好多嘢嘅，佢做過一個五年嘅預測嘅，就係喺佢咧呢一個上任冇幾耐之後咧，佢咧就做了一個很非常大膽的預測，今天講起上來就好像一個天方夜談。他的講法是什麼呢？就是說在08至09那一年度有75億的財赤，那進而呢他就推論到呢由08年至13年呢應該呢是有1000億的財赤了。佢咁講嘅，咁佢個假設咧就係香港經濟係冇增長，增長得唔夠，而我哋嘅用嘅錢咧係不能夠由於我哋嘅經濟冇增長而減少，咁所以咧佢當時嘅估計咧就係未嗱，即佢我引述啦，曾俊華在記者會中表示。未來五年政府需動用1000億元儲備，即現時儲備的兩成填補每年的財赤，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咁進而佢講啦，餘下3900億元儲備仍足夠政府14個月開支，屬相當健康。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日佢講呢一個未來基金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多嘅財政盈餘咧？我係7500億，係足夠政府22個月嘅開支。咁到底係健康又唔健康咧？如果我哋今日就已經話唔俾錢老人，要剩翻啲錢將來嗱，其實計錯數咧就冇乜所謂嘅。我成日講啊，唔需要講過去錯啱，今日啱。邊個錯？今日啱就得㗎啦！叫何俊仁就做五區公投，成日咁講嘅，佢都係一樣嘅。佢過去計錯嘅數，只要唔影響而家，佢唔係話咧，係話要攞2200億出嚟做一個未來基金，每一年又要將嗰啲將來出現嘅盈餘再撥埋落嗰個未來基金嗰度咧，我就唔會計較佢啱定唔啱嘅，有錢派唔得咯，係咪？佢唔係啊嘛，咁所以。嗱，公道咁講，主席，我哋有乜理由去信一個上任咗7年，喺佢就任第二年就預測有5年嘅財赤，即係話佢喺第二年就預測有財赤，係至到佢上任嘅第6年，即係舊年。佢係咁樣嘅喎，錯咗喎。佢嗰陣時就冇講話喂，好大件事啊！香港就佢話就算係剩翻三千九百億，因為撥咗1000億出嚟啊嘛，即係嗰陣時有4900億，都好穩健喎。呢個人有冇邏輯嘅咧？
係咪唔記得咗佢以前講乜嘢呢？我點信佢呢？係咪上任五年錯，上任七年錯咗五年，今年都仲係錯，不過錯少啲咁解啫。好啦，咁所以其實當佢喺度講話未來基金嘅時候，我當然係誓死反對啦。咁呢個點解要講呢？就因為佢係財政呢一本財政預算案嘅一部分嚟嘅，呢本綠色噶嗰本呢本嘢。咁我哋通過就通過埋成個嘢嘅喎，係咪？唔可以摟咗佢嘅喎。所以我有必要喺度講多一次，就係話其實佢嗰個未來基金咧係完全冇必要。如果未來基金冇必要嘅時候咧，即是話佢今日所講嘅嘢，如果係成立嘅話，或者佢以前立論係成立嘅話，即係話政府喺呢個2008年至2009年已經估計到咧，未來五年係要動用1000億儲備嚟處理曾俊華預計赤字嘅話，咁今日如果曾司長天可見憐，係可憐老人家，佢再拖初次，俾500億出嚟咪得咯？佢用把口講啊，都錯咗，係咪？所以其實我就希望佢錯啊，我希望佢錯估多500億，跟住將嗰500億咧就即刻俾嗰老人家就得噶啦。其實好簡單，我有一日喺條街嗰度見到有人跌咗張500蚊紙，我就貪心即刻去執，諗住據為己有啦，係咪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執一耷低個頭，見到一個老人家坐咗喺度乞食，我啊唔係佢啊，我都覺得呢500蚊真係不能應該我攞，我應該執咗個500蚊唔好俾警察，就咁即刻俾咗佢。呢個咪善心咯，不義之財俾嗰啲需要嘅人咯，係咪啊？跌嗰500蚊嘅人都唔會怪我噶，我代我度梗係唔得啦，議員咁貴人工就代多500蚊買飲多杯啤酒。你諗下，如果我哋個財政司嘅司長係用咁嘅角度去處理佢成日犯嘅錯誤嘅時候，即係話耷低個頭又執到500億啦，耷低個頭又執到1000幾億啦。哎呀，錯咗啊！哎呀，既然間啲老人家咁慘，攞呢個深水埗打個白鴿轉，唔係落去蘭桂坊打個白鴿轉，已經俾咗佢啦，係咪啊？又唔好意思啊，執到500蚊俾你啦，伯伯，今晚唔好執紙皮啦，係咪？呢、這個我咁樣批評佢真係一啲都冇錯，所以喺呢一點上面，佢今日同我嘅爭論係一個做人態度嘅爭論，唔係經濟嘅估算嘅問題。嗱，我嘅角度佢唔了解，咁佢仲做咗一樣更加錯嘅嘢。點解繼續減人工？如果有減多年人工，我就今年就會要減多佢一年人工啊！即使要佢倒貼出嚟㗎啦。個原因係咩呢？佢又甚至熟慮咗一樣嘢，就叫做財政懸崖呢樣嘢，又係子虛烏有嘅，係咪？而家你不停咁問爛佢，喂，阿司長啊，嗰個財政危機嘅源頭喺邊度嚟咧？你係咪不可估慮嘅咧？你諗到十幾年之後，又點解諗唔到幾個月、一個月之後發生嘅嘢咧？嗱，主席，如果舊年佢係咁講咧，我係唔會怪佢嘅，因為點解咧？凡事都開天辟地，辟地係咪？喂，舊年已經試過有咁嘅嘢嘅啦嘛，今年佢仲喺度講喎，喂，呢個醫管局嗰度嗰啲本金啊，如果唔能夠再擺落去，佢攞啲本金出嚟使會少咗100億，你傻嘅咩？你知道咗俾多錢佢咯，一早俾多錢咁得咯，係咪啊？所以其實佢製造一個咁嘅危機出嚟，係非常之唔要得嘅。點解呢？老人家唔襟客嘅嘛哥，一聽到話喂阿長毛拉布啊，可能你嗰啲金商量又冇啊，係咁嚇啲老人家。喂，有冇惻隱之心？你可唔可以嚇少佢一陣？嚇我咪得囉。你話長毛，你再拉，你不得好死，你為天下人所唾棄，咁咪得囉。使乜嚇嗰啲人啫？嗰啲最等住錢使嘅人，即係佢用137億去幫有錢人，然後167億去幫有錢人，用37億去幫窮人，嗰等住嗰37億嘅人，俾你咁樣嚇。
啲咩人嚟㗎？係咪？所以其實佢雖然間用呢個財政危機論作為一個政治工具嚟打壓我，唔緊要嘅，我唔會驚嘅。但係我希望阿曾司長，你行一行好啦，唔好對嗰啲已經水深火熱食餐休餐嘅人話俾佢聽，長毛拉布你冇啊，你冇錢食飯㗎啦。呢樣嘢係唔會發生㗎嘛，主席。政府隨時嚟揾你老人家，話有一啲嘢要做先，或者宗旨代族上咗樣嘢先係得嘅。我哋都會樂意俾佢。而政府攞嚟嘅財嘅案係直數嘅，即係話我哋行之有效嘅分組點票抵擋制抵擋唔到嘅。咁你捧住一個五層樓咁高嘅橡皮圖章抌落去，你點抌唔到呢？咁你唔係，你話我一定係要攬住死，因為咧呢、這個食食呢、這個食砒霜毒老虎，長毛就係老虎，我食砒霜俾佢食。咁你咪自己俾佢食囉，你唔得，你曾俊華唔信㗎，你話想打我嘅，你咪過嚟打我囉。你搵啲老人，你搵啲老人家嚟搞做咩先？係咪？又話自己，又話自己係學武之人喎、啊。指窩為武啊，哥。咩叫指窩為武啊？就係話你能夠令到個紛爭解決到，就係武啦。學咩武啊你？連呢個猴子偷土都用埋。偷襲我下三藍，喂，主席，你可以財委會一樣試過啦。梁振英要5/14喺財委會偷跳又得，係咪？為我攞定錢先，不過只不過唔得啫嘛，係咪？喺度攞個錢啦。喂，咁你心累咗咁耐啦，你都出咁嘅結論，係呢個顛倒黑白。委過於人，你自己做㗎嘛，嘢係要嗱，主席，我俾咗呢個翻譯組啊，佢即刻譯。累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避其所可畏而為其所不宜，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宜之事，起其累之美周瑜。蓋累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天啊，天收你啊，曾俊華，諗埋咁多屎計，做一個恐怖氣氛出嚟，嚇啲窮人，係咪？有報應噶？唔係話你智力得就得噶。個結論係乜嘢啊？個結論就係、是。夫狗不能自潔於天，而欲以區區之志籠絡當世之無，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起天道哉？即係話你諗嚟諗去度埋毒計係冇意思。你係咪行人政？係咪符合人性㗎嘛？500億講咗兩年啦，第三今年我又俾人鬧，仲要鬧多啲。環球時報開波先。由上面鬧到落嚟，你鬧得到我咩？我同你講緊人道啊嘛，係咪？我哋有7500億嘅儲備，淨係攞出嚟都得嘅，區區500億，你係都唔拎出嚟。咁你叫我呢個議員係由頭到尾，由2000年開始已經話要做全面社會保障添，唔係淨係話。呢、這個退休保障，我個政綱係要喺度實現嘅，我點可以退後呢？你曾俊華一人是數主，董建華你又是，你嗰個兒兄你又是，梁振英又是，梗係冇啦，冇意思，冇政綱，冇靈魂，我有啊嘛，所以我係唔會屈服嘅。你可以做一世嘅官吏，你可以做。可以做一世嘅官嚟攞啲錢去飲咖啡睇法國電影，我冇放馬過嚟，曾俊華，你返嚟同我辯論，唔係你係懦夫，你不如司馬懿，懦夫曾俊華。其他委員要發言，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
我是就總目143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繼續發言。公務員事務局相關的修正案總共有9條，由763至771。最犀利的那條是削減公務員事務局的訓練費，牽涉的金額呢有7000多萬。最輕微的那條是771條，是削減公務員事務局的公務酬助，全年預算開支呢只是20萬。咁其實呢，在我繼續講公務員事務局出現的問題之前呢，我想再講清楚一次公務員事務局的最重要綱領是乜嘢。最重要綱領是人力資源管理，佢係有責任提升公務員的幹勁、抱負、知識水平，以確保香港擁有一支廉潔奉公、為人信賴、負責任感的公務員隊伍，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咁喺呢個宗旨之下，第一樣呢佢要做到嘅嘢呢，就係招聘和留用正值優秀嘅人才，同埋採用同推廣良好嘅人力資源管理措施，以提高服務效率同埋質素。但係從審計署嘅報告我哋睇到，截至去年底，食環署、康文署、教育署、教育局，應該是這三大的部門呢，涉及大量一級工人和二級工人等基本職系，三個部門過去兩年共進行9次的內部招聘。上次講到這裡，康文署呢2011年內部招聘一級工人，共聘任192人，當中有141人呢原本是任職食環署的，即是自己部門 A 叫部門 B 的人去，以致呢這兩個部門是需要協定，在2012年4月至2013年1月呢是分批給有關的人員去轉職。另外包括10次的小規模招聘在內的17次招聘之中呢，有部門是沒有按公務員事務局的指引規定制定呢招聘的工作時間表，而公務員事務局亦都沒有提供呢這個監察的機制。審計署認為過程冗長，是不利政府和私人機構去競逐人才，所以呢就第一項他的主要職責聘用和留用正值優秀人才呢就出現了問題，亦都會導致較高的招聘成本及呢是延誤填補空缺，咁就犯了個第二項這個推廣良好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提高服務效率和質素。審計署就話啦，若獲聘者非來自人手過剩的公務員職系，即是說不是這個政府部門，因為他人多有冗員，那你第二個部門叫一些過去用，那就叫善用政府資源，那就不是罪過。但如果不是，即是兩個部門其實都不夠人用的，但你現在呢這個部門招聘呢，即譬如康文署招聘呢，就吸引了食環署那些人想轉個新工，轉工作環境，那呢其實是什麼？是部門間的持續競逐人手，即是自己人搶自己人生意，令到被人搶了生意，即是搶了人手的部門呢又要再進行另一次的招聘。那如果又是內部招聘呢，他又搶人第三個部門那些人回來，即是這個沒完沒了啦，導致政府資源未能有效聘用和員工流失率偏高。就提醒內部招聘呢，如果用內部招聘呢，個不良影響呢是遠遠大於公開招聘，因此無論空缺數目幾多，應為基本職級呢是作公開招聘，有充分理據的特殊情況之下呢先至內部招聘。即大家唔知多唔多公務員朋友啊，我認識啲公務員朋友嘅第一樣翻工做咩呢，就係上網睇下有冇第二份更好嘅政府工，但係真係俾佢搵到喎，即係佢做緊份20000多元，佢聽朝上網，今朝上網搵份30000多元，佢就真係轉到過去。咁呢個呢
公務員事務局真的要去正視這個問題。除了招聘問題之外，另外兩點我都想趁這個機會去指出。第二點就是少數族裔公務員的問題，亦都是處理得不理想，導致我是覺得我要支持去削減公務員事務局的開支，無論是大數還是細數，這個等大家聽完論功行賞、論罪行罰，看看要減去什麼了。本港少數族裔組織一直都批評港府部分公務員的職位的中文水平要求過高，令到他們難以投考和晉升。公務員事務局提交的文件指出，當局在2010年其實已經完成了檢討各個公務員職系的語文能力的要求了。警務處和懲教處等多個部門已經逐步放寬了中文能力的要求，提高非華裔人士投考和晉升的機會。而根據當局進行的匿名調查，截至前年年中約有 0.8% 的公務員就是非華裔人士。這個數目呢的而且確是不理想的。即是政府如果要推動少數族裔政策，應該是以身作則。大家知道政府自己做的事，外面商業社會呢就會看政府頭去做的。即是正如這個政府推行男士侍產假，咁政府帶頭五日，政府帶頭全薪，咁個社會都唔係跟住你咁做，政府社會都仲要打個折頭，三日就五分四，即係八折出糧咁樣。但係如果喺招聘少數族裔人士嗰度，我哋自己政府公務員呢個系統，即係講緊公務員事務局都唔帶頭去正視呢個問題呢，係好難去服眾，令到更多外邊，不過這個你說要影響外間社會呢都是多了，即是對他的要求多了。現在我們在看他自己提出來的政策究竟自己做不做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就表示了，他說目前公務員中有 1.9% 約500人是非華語的人士，但是啊，無意為少數族裔專門開設新職位。局方亦都提議各部門對無需書寫中文的崗位是豁免不試，現在約有20個職系已經放寬了語文能力的要求，例如懲教署就取消了部分職位的不試安排，警隊亦都有調整語言的考核，相信可以令到少數族裔較公平地和他人競爭。其實這兩個部門不能夠作準反應的，因為懲教署裏面呢，你是因為這麼多少數族裔的囚犯，所以你要一定要盡量去請一些少數族裔的懲教署的職員啊，這個是你本身的要求，你他不識你都要請他，他不識中文啊，寫不識講不識，可能你都要請他來幫手啊。但是其他部門那裡呢，看不到一些很顯著關顧少數族裔的聘用政策。我們鼓勵公務員事務局放寬語文能力，爭取將少數族裔的第三語言能力視為招聘個別公務員職系的增值條件。本港人口之中有 6%， 粗略估計 6% 是少數族裔，政府請了的是 1-2%， 那你祈求外間的人請多少%呢？是不是會多過你那麼多，幫你請埋那些你沒有請呢？香港以中文科成績是屬於升讀大學要求的必然考慮條件，但這個做法也扼殺了一些中文非母語的少數族裔的生存空間。在主權移交前，少數族裔即使沒有應考中文科或者中文科不合格，仍然可以憑英文科合格的成績加入例如紀律部隊等不少的公務員職系。但是主權移交後呢，就不論升學或者求職，都要求申請人中英文兩科合格，以升讀本地資助大學為例，就要求文憑試中英文兩科都要有三級成績，這個做法明顯是不公平。這個已經講完了，講過考試教育制度，但是我希望公務員事務局在聘用少數族裔那裡是要多加注意。最後一項就是關於
公務員側重的內地培訓了。咁所以點解梁國雄議員喺第763項要咁狠，將公務員事務局嘅訓練費係完全又唔係完全，佢係削減剩咧係100,000元，但係由7,253,400元咧係削減到100,000元。港府一直咧都有鼓勵公務員咧去外地係培訓嘅，但係近年咧。當然外地就變內地啦，以內地為主。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曾經討論有關公務員的培訓和發展，有議員就指出，喂，內地和香港的制度又不同，公務員到內地接受培訓，兩地互相了解交流，不能夠單方面被灌輸內地的立場的，就要求當局是公開內地課程的資料和講者，是擔心公務員會被洗腦，即是運上去內地以交流為名洗腦為實。當時鄧國威的回應是怎樣呢？他就說特區政府和內地的合作日漸增加，這句是廢話啦，故有必要加强公务员对内地的了解，而公务员在内地培训期间亦都会同不同立场和背景人士的交流，即是说，但我又不知道，但要他交出那个课程和那些讲者的立场，他又没有直接地去回应这个问题。2013至14年度公务员事务局在预算中呢是預留了6350萬元的撥款，用於上述的培訓課程和服務。另外呢，2013年呢，培訓署呢是共為54000名公務員呢是舉辦訓練課程、研討會和工作坊。其中培訓課程呢，是包括基本法培訓課程，參加基本法培訓課程呢約有12700人，而截至2013年底曾經參加國家行政學院國家事務研究課程的高層首長人員呢是約有110人。所以呢，我呢亦都是建議呢是削減公務員的是內地培訓的費用，牽涉呢是綱領4，尤其是是國家事務研習的課程，我呢都是支持削減。如果政府是不希望議員去削減這些培訓的開支費用，我希望政府呢是完全透明，是將這些內公務員回內地的培訓課程，無論是課程的大綱甚或只是教材、導師這些資料呢是完全公開給我們香港市民或者給我們香港議會知道，否則呢是很難呢令到我們呢是信服這些我們說呢是以洗腦為名、以培訓為名、以洗腦為實的一些、內地的交流。所以最後呢，我希望大家會支持、修正案763至771呢九条呢是有关公务员事务局的修正，因应大家觉得个严重程度，呢啲修正的金额呢都是一个递减的，所以如果觉得要小惩大戒的，可以支持削减公务酬作呢200,000，以示呢是俾公务员事务局呢一个警惕。本人谨此陈词。其他委员要发言，陈伟宇。是多谢主席。主席，就涉及到这个的政制及内地事务部呢，其中一个新发展呢，就他们是计划在这个的武汉呢是开设这个的办事处。咁就增加7个职位。咁一个就是首长级的丙级政务官，一个高级政务主任，跟住就3个贸易主任。一個高級新聞主任和一個嘅有時限一級嘅行政主任。
咁啊，即係如果政制及內地淨係負責推廣呢個嘅經貿經濟同埋貿易嘅話咧，咁啊，不如即係將成個部轉咗過去呢一個嘅經濟事務局好過啦，係嘛？即係根本呢個絕非當年咧，即係大家心目之中感覺呢個政制內地事務部、內地事務局應有嘅工作，因為政制過去嘅負責咧，除咗呢個嘅即係政治制度啊、政改啊、選舉事務處啊等等方面咧，就涉及到好多人權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係涉及到喺內地方面嘅嘢咧，應該都多啲關注香港人即係喺內地受到對待嘅問題，而唔係咧就發展呢個經貿嘅工作。同埋經貿已經超乎香港嘅負荷啦，即係大家都好清楚知道香港喺實際嘅運作方面，雖然有多個嘅研究就指出，咦，香港家下喺嗰個旅遊方面咧係依靠內地，呢個佔咗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唔知1%幾等等咁嘅嘢，創造幾多萬個就業機會咁。咁但係另一啲研究亦都指出，香港係超乎即係呢個嘅承擔能力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發展已經冇乜需要，特別去到武漢呢方面咧係作呢一個嘅辦事嘅用途。咁所以呢啲職位咧係完全即係浪費呢一個嘅公帑。咁同埋想提出一個意見俾呢個政府嘅話咧，就即係加個資訊咁發達係嘛？你加下好多呢辦事處嗱，如果大家記得咧，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每個嘅公共屋邨都有呢個派出所噶嘛，即係警察嗰啲嘅辦事處，做下都無需啦，因為呢一個資訊發達，佢哋有呢個對講機。咁同埋最後研究呢，用呢個流動形式嘅做法呢，係絕對好過住喺一個地點嘅。小販管理隊以前呢就動喺一個地點嘅，其後呢就整幾部車呢周圍巡。咁你其他政府部門嘅發展已經隨著嘅管理嘅概念，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資訊嘅發達，已經逐步係取消了。由60年代根深蒂固，當初取消呢個嘅派出所嘅時候，地區反彈係好大㗎，係咪？每個屋苑每一個嘅居民都希望自己樓下有一個派出所，但係慢慢接受咗呢呢個要求而咁。但係你家下就背其道而行，即係呢一個嘅內地事務部呢，就將成個香港嘅管治思維大陸化。喂，內地好興㗎嘛，主席你都好清楚啦，內地每一個嘅地方辦事處、每一個鎮、每一個唔好話市省啊，每一個鎮或者每一個大型企業或者每一個村辦事處都好，都好想喺香港開個辦事處㗎，係嘛？俾個機會佢落嚟香港啊，接觸下外邊嘅生活，或者透過呢一個嘅往來，或者透過開設辦事處啊，即係方便佢哋其他發展，或者可以送一啲親人嚟香港打工。因為呢啲辦事處係需要有僱員嘅咁，或者請佢啲皇親國戚擔當呢啲職位。咁呢個係內地大陸化，呢啲係行政管理大陸思維模式嘅做法。咁你而家香港政府，哇，為咗發展啊，為咗達到某啲政治嘅成效，或者即係自己官員之間的即係互相利益輸送，或者係培訓佢哋日後即係揾工而。將整個行政管理同其他局同其他政府部門的發展模式完全是背道而馳，咁所以即係你不如真係好似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啲發展咁咧，你應該整一個香港政府由香港官員呢個嘅負責24小時嘅熱線啊，透過網上又好，透過電話又好，係嘛，提供直接嘅服務。你喺呢個嘅武漢又好，你喺四川又好，你喺呢一個嘅即係黑龍江，去到山東都好，內蒙都好，你有個電話你就可以尋求協助㗎啦嘛。你使咩有個辦事處喺度要人查詢啫？你而家內地好多嘢都係全部係即係電腦化、資訊呢個嘅發達直接嘅，係嘛？你要有個每個辦事處喺度要人嚟，真係拗腳趾有時真係係咪？即係製造呢一個嘅即係浪費。咁所以即係呢一類咁樣嘅發展模式呢，不斷咁樣開設。哇！你跟住發展嗱，開頭就幾個地區啦，廣州、上海、北京，跟住又開咗呢個四川啊，呢個嘅成都，跟住又去埋武漢
哇！但係你各大城市都要啦，係嘛？呢、這個嘅南京啊，呢、這、一個嘅即係雲南啊，其他省市你個個都要開啦，啊，去到烏魯木齊都開埋啦，不如咁你變咗呢個咁嘅做法咧，冇窮盡噶。中國地大人多咁多人，哇！你要香港淨係開呢啲辦事處，每個城市每個省都開，香港破產啊！咁所以你喺呢個服務推廣同埋喺個設計方面嚟講咧，整個思維模式係錯誤，而呢個錯誤即係嗰個影響性即係唔可以低估，因為日後有機會呢個錯誤其他地方都學噶嘛，其他部門都學噶嘛，個個係咁學嗰陣時，嗰、那個公帑嘅開支咪無窮盡，呢、這個浪費亦都係無窮盡。咁多官員咁多成日翻嚟香港服務香港人。係咪幾多即係老人家仲要執紙皮？哇！以黃國興嗰個概念，黃國興唔喺度啊，主席傳召黃國興翻嚟，等我講俾佢聽，問佢問題點人？
陳偉業議員。主席，就希望啲議員唔好走住咧，就聽我少少個建議，關於呢個內地辦咧，就嗰啲嘅駐內地辦事處咧，其實就唔使咁多個嘅。應該個簡單做法就係做個24小時嘅熱線或者網上嘅服務，係嘛？即係打電話問功課咁啫嘛，有投訴就即刻打嚟，全國各地都可以即時收到，又慳翻錢，又唔使啲官員咧學習呢個嘅內地嘅陋習。我知道好多呢一個嘅香港嘅議員咧，特別工商界嗰啲咧，即係有時喺翻到內地係嘛，有時有啲嘅啊，即係有啲嘅宴會有啲剩咧。因為內地辦事處唔係好多錢嘅啫，冇乜錢請咁多餐，即係豪請。好多時咧就要靠一啲嘅香港嘅權貴咧，就用佢哋嘅名義，佢哋出錢請，佢哋就做陪客，啊，就同內地啲高官一齊見面。即係呢啲咁嘅手段咧，其實即係唔好嘅，主席。呢啲係建立或者係即係呢個造成一啲嘅即係腐敗嘅一個嘅文化、腐敗嘅傳統。即係我哋嘅前廉政專員。即係上咗任之後，用呢個嘅公權咧買茅台啊，公權買呢一個牛雜咧，其實都係染咗呢啲咁樣嘅惡雜。咁所以你令到呢啲咁嘅文化同埋做事模式喺香港官場即係消失啊，同埋唔好俾佢呢個擴展咧，應該就要取消呢啲咁嘅即係喺內地嘅辦事處，還翻香港啊，即係嗰個廉政嘅一個嘅傳統。亦都令到我哋啲權貴，特別啲議員咧，可以慳翻啲錢啊，唔使翻到內地。有時為咗要扮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角色咧，又要唔知要浪費數以萬銀咁樣樣咧，係食一餐咁樣嘅，即係無厘頭嘅飯局。咁所以主席就基於上面各種嘅理由咧，就理應就要刪除呢一個嘅即係政制同埋內地事務局。關於啲人員嘅開支，特別關於內地辦事處嘅開支。另外有一點想講嘅咧，主席，你學咗阿閒姐先，有啲嘢想講未講啦，係咪？就有關呢一個嘅其中一個綱領咧，係涉及到呢一個嘅人權嗰部分嘅，同埋少數族裔權利，即係加強推廣兒童權利。哇，大佬推廣兒童權利。你呢個政制事務局都冇出聲，關於呢個天水圍幼稚園要執笠，要被迫結業，係嘛？即係兒童權利、教育權利、受教育權利都一種嘅啫。你而家係因為呢啲咁嘅租約問題，要被迫呢一個嘅同即係已經建立到深厚關係嘅教職員同埋其他啲小朋友嘅關係要被迫斷絕咧，其實係一個罪行嚟嘅。咁亦都唔見呢一個嘅有關官員呢一個部門嘅官員講任何嘢。這個可能涉及教育或者社會福利啦，但是你作為加強推廣兒童權利那些呢，涉及到這些問題，即是完全即是好像啞巴這樣呢，即是應該刮他兩巴啦，即是應該要革職這個的查辦。那所以你見到即是關於人權的報告等等呢，大家都清楚知道這個部門呢是負責統籌香港特別行政區呢、這個政府代表團出席聯合國人權條約監督機構嘅聽證會。咁但大家睇過啲報告咧，我以前都睇過佢某啲報告咧，基本上係好偏頗嘅，即係關於香港人權嘅保障、人權嘅推廣，特別呢個嘅國際人權公約裡面所賦予好多嘅權利，好多嘅推展咧都好慢，係嘛？周恩岳當時做局長嘅時候，話為咗要喺呢個國際揚名立萬。要呢個嘅將嗰個吸煙人數大幅下跌咧，就大幅增加呢一個嘅煙税。話如果政府喺人權方面嘅表現啊，好似周一岳喺呢個禁煙嗰度咁英勇啊，已經有咗呢個嘅直選9000多萬年啦，就唔使啲少數族裔嗱，少數族裔好憤怒嘅，少數族裔早前至喺啲教育機構喺上兩個禮拜至搞咗個研討會，係嘛？我喺地區上經常收到尼泊爾。即係嘅朋友同埋呢個嘅印巴裔嘅朋友，好多嘅投訴咧，就指責政府喺呢個嘅文化同埋喺呢個少數族裔權益方面咧，係缺乏呢個積極性啊！即係好多方面咧，係令到啲少數族裔，特別啲小朋友喺香港成長咧，喺冇呢一個適當支援同埋支持情況下咧，變咗佢嗰個成長方面出現好多嘅阻滯咧，導致到佢喺學業啊～
和在这个专业发展方面呢都是得不到适当的支援下呢而令他出现很多的困境导致到个学业呢不能够即是顺利这样去发展呢进而令到他日后的工作方面呢都是即是不满意或者是这个未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华的。咁所以在少数族裔的权益在这个儿童的权益在这个的国际人权公约里面所定定香港即是定定那个的范围呢香港政府特别这个政制及事务局在这方面呢即是不但是没有致力推广更加呢在很多报告方面呢是出现这个偏颇同埋呢是甚至是隐瞒事实这个的情况呢所以即是基于这些理由呢就更加是要削减这个部门这方面的开支。主席我跟着进入这个修订案 776, 修订案 776, 削减这个的分目 000, 而将总目144削减4411万。这个是相当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用于宣传工作全年的预算开支。主席即是刚才那些的成因都足够支持呢是削减这个的局的宣传工作的。咁有一点要指出嘅呢主席呢一个嘅局即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喺宣传方面嘅开支呢今年係大幅飙升嘅。今年嗰个数字呢係去到4411万。2012-13年原本嘅开支就2473万但就超支600万就去到呢个3000万。2013-14年原本的预算就2395万但超支了1200万要打啪啪要炒油的这个局长。超支的实际开支是去到3527万。哇真是这些部门呢真是有特殊的功能有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权力。是吧我以为只是公务工程超支添是吧公务工程你的投标价格是吧基于个市场价格不是你控制的返嚟的价格大幅超支咁呢个就即係夹硬要硬啃冇得呢个嘅投诉冇得处理啦。喂你家下呢一个嘅公务员事务局可以连续两年超支嘅。咁我要公开呼吁呢一个嘅审计处处长呢一定要审核呢个部门。喂你每个部门睇餸食饭㗎嘛。哇你自己两个司局长财政司司长办公室和政务司司长办公室今年个办公室的总体开支是加 18% 大幅这个的飙升。你连这个的林郑月娥负责统领这个的宣传政改宣传他那个局的部门就可以大幅超支和那个的宣传费就大幅飙升。王振兴这个王国兴为什么你不叫他加这个老人家的即是饭盒钱啊为什么你不叫他加这个老人家的即是中援啊午餐肉啊为什么他做执纸皮啊这些部门就可以大幅升大幅超支亦都可以大幅这个的增加那个宣传开支。啲老人家点啊住劏房那些点啊那些要拿少钱好像拿你财爷条命咁是吗这些部门的大幅增加个开支就可以咁顺利超支都可以咁夸张一年一年咁样超支炒油梁国雄议员这个曾俊华除了即是我讲就是说梁议员这次已经是你27次的发言在这一项辩论不是但你就曾俊华司长的工作表现的发言亦都已经多次了所以请你尽量不要再重复你已经发言我不要重复的次次新嘢来的他一个人做了七年的司长他即是曾俊华他有几个问题呢就是他的人得啦不得人道啦我讲了其实他智力都有问题的。那智力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要估错数呢他就是不明白香港自从2004年 CEPA 之后呢到2008年出现了这个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之后呢他就在2009年呢就说呢其实呢我只是讲他是在本会讲的那时候已经做了主席的就是在2009年的4月22号呢。梁议员我再提醒请你不要重复你已经讲过的内容。不是这个是证明他智力低下的一个即是你说人智力低下要举例才行不是又说我慢慢去了。
佢講咗話未來數年會累積約1000億元的赤字之外呢，佢就講啦，佢未來數年外圍經濟仍充滿很多變數，對公共財政帶來壓力，所謂前車可鑒。在1998年至1999年度起至2003至2004年度這六年來，我們經歷了5年的赤字。 OK fine， 佢睇到以前嘅嘢，但以後嘅嘢點解會唔同呢？因為以後嘅嘢係大陸係用40000億嚟救市嘛。喺呢一個1998年嘅時候，大陸邊會揾到40000億嚟救市啊？我唔該佢啦。所以我哋成個經濟出現咗根本性嘅變化，就係咩呢？隨住中資嘅活動嚟到香港，我大力抨擊㗎呢樣嘢啊！我唔係我贊成佢，但佢實際上係變動咗，就係話我哋有三樣嘢嘅收入咧係非常之厲害嘅，就係、是、印花税、投資收入、利得税嘅收入係追過咗賣地嘅收入㗎啦，喺舊年已經，即係呢一個。身為一個財政司司長，仲話咩出去開呢個 WTO 嘅會議？你真係玩鞋都未有資格啦！咁當呢個大陸係用40000億嚟救市產生嘅乘數效應，再拎嚟香港投資嘅時候，自然係會令到曾俊華喺2009年10下10下以為會重蹈覆轍，從嘅嘢唔會存在啊嘛！智力嚟嘅呢個係咪？人哋揾咗錢啦，啲大有錢佬。佢仲喺度10下10下就，哎，我哋冇錢使啊！講乜嘢喺度？翻屋企瞓覺啦佢，智力嚟噶，係常識嚟噶，係咪？咁而家果然就係、是，而家佢到今日都講唔出點解係咁噶，講嘅完全冇實質意義。我而家講咗出嚟啦，就因為大陸嘅經濟喺嗰、那個2008年嘅金融海嘯之後，奧巴馬印40000億，大陸又印40000億。咁咪夠啊嘛，咁我哋咪受惠囉。呢、這個當然係長遠嚟講，我哋即係等於飲沉止渴，我係知道嘅。但係唔會得然佢咁樣錯咗估計嘛，就係由於咁嘅錯誤估計，所以佢有啲前言不對後語啦。我講就係話，由於佢智力低下呢，所以連佢嘅心都受到影響，就係、是、一時一樣嘅。佢喺呢一個2009年噏咗呢樣嘢之後，咁跟住隔幾日佢又冇事喎，佢又唔會檢討㗎喎。咁佢呢就喺2011年呢就有個派錢年啦，因為估錯咗嘛。係咪2007年派咗一次6000蚊，佢又派啦。曾俊華就咁，估錯咗就派。係咪2011年當佢派錢嘅時候，咁當然啦，出現咗一個兵變，我唔再重複啦，係咪？即係人哋上去話喂，你再係咁，我反對你㗎，咁佢就即係通派啦。嗱，佢講嘅係咩呢？就係佢話佢會，佢一個結尾啊，2011年4月13日嘅財政預算案嗰個辯論嗰、那個嗰、那個結尾嗰度，你睇佢真係豪氣乾雲，我引述。預算案需要平衡長期和短期的公共資源分配，我們既要儲備充足的資源以配合長遠政策的承擔，同時也要迅速地回應社會即時的訴求。今年預算案亦提出多項惠民紓困的措施，目的是增加不同階層市民的額外可支配資金及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主席，梁議員，我再提醒你，因為你已經是第27次發言，所以請你呢不要重複。你應該是在幾年前的財政預算案的二讀辯論的時候發言的內容來的。那時候我都講過了，不過沒錯了，你那時候已經講過了。是的，幾年前吧。請你不要重複。幾年前吧，主席。你講得啱嘅，咁我喂費，即係因為有多人話我唔講你啦，不學無術啦，又冇睇書啊，又冇睇嘢就亂咁講啊，係咪好多記者喺出面講話冇你亂噏？我而家大段引述又俾記又俾主席話唔准引述，嗱，我真係有根有據嘅喎。嗱，你諗下佢呢一個咁嘅哲學，點解兩年之後係唔係嘅呢？突然間就無啦啦山達啦，就整咗個叫未來基金嘅呢？嗱，主席，佢智力低下之後呢，
就有個問題，佢係抄襲。佢抄邊啲嘢呢？佢真係抄襲之王嚟，除咗自己抄自己，抄澳洲。澳洲喺2006年呢，又出現咗叫做未來基金，一模一樣啊，同佢。呢、這個澳洲嘅未來基金喺2006年呢，就當然啦，呢、這、一個我而家要講呢，就係話梁議員有關未來基金的辯論呢，你都會記得，亦都係喺二讀辯論的時候，已經你同埋其他唔少議員都發表過意見。唔係我知道，但係我冇話佢抄襲啊嘛。而家佢抄襲要扣人工噶嘛。我嗰陣時就一般議論，因為都講到扣人工喎，哥，扣人工好大件事嘅喎，係咪？嗱，一個人智力低下，一個人心術不正，咁梗係出此下策，就係冇辦法抄咯。日日諗嘢害人，日日都諗唔明，咁就抄一個澳洲就有一個名副其實叫做未來基金。未來基金將來係點我唔知啦。佢而家委任咗一個嗰個叫做那個經濟嘅發展嘅長遠發展嘅小組咧，佢自己委任嘅啫，係咪？我都唔知有冇喺澳洲做過未來基金啲基金經理啊，或者公司喺度啊。我希望佢哋申報啦，如果有就嗱。我點解今日喺度講咧？我扣佢人工，我要大事鞭撻，就係澳洲嘅未來基金而家搞到唔湯唔水。2006年到而家只係8年啫，八年有咩唔好呢？其實佢初頭規定咗咧，都同阿曾俊華嘅構思相似嘅，就係回報率要高啦。佢嗰個回報率咧係必須要高於通脹4.5厘。佢哋啊，但澳洲嘅基金從未做到。未做到。第二呢，就是佢一個主權基金嚟嘅，佢哋做咩？買翻國家嘅資產，即係撐自己國家的資產。嗱，曾俊華有可能係咁樣做。咁所以佢一路咁抄嘅時候，搞到咧就咩咧？就係而家俾未來基金買咗，你聽清楚，我係真係有的放矢嘅。因為你整嗰嚿主權基金出嚟之後咧，你買咗嗰啲國有資產，就國有資產就俾咗未來基金噶啦嘛。即是話令到澳洲人日日要用嘅電力啊，嗰啲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話港鐵大曬，就係咁發生啊，喺澳洲發生啊。喂，你曾俊華都未講清楚成個概念，你就喺度哔哩吧啦，就話咧咁樣樣咧，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嗰、那個唔會被邊緣化先能夠增加競爭力。咁你，我而家問，我問啊，曾俊華，你喺唔喺度啊？曾俊華，你雲頭幾時嚟過啊？我而家問你，曾俊華，你係咪抄襲澳洲未來基金啊？曾俊華，答下我啦！而家我公開話你抄襲啊！我公開問你嗰個你委任嗰個長遠經濟策略小組裏面有冇做過呢、這個？澳洲未來基金嘅有錢人或者經紀啊，唔好翻去練武啦，係咪啊？你答主席，你話係咪？即係等於講嚟做咩？嚟講即刻，如果佢喺度即刻答㗎啦。喂，阿長毛話你黐線㗎，一個都冇啊！未來基金澳洲嗰個咧，嗰個主權基金咧，我係冇㗎，嗰個小組嘅又唔答，咁我喺度講，又話我污蔑佢，係咪？嗱。其實未來基金喺澳洲，佢係同我哋一樣嘅，佢係鎖起14年用，期滿咧就專門就要俾長俸嘅，佢就唔係要嚟做大白象嘅，注入國家資產嗰啲錢一定要追求高回報，自由投資嗱呢五大原則，仲有委任經理人獨立管理，全部都係喺個公帑嗰度攞咗一嚿嘢俾人發財。同強積金冇乜分別，主席，我哋喺度鬧強積金，鬧到牙齒都爛埋。陳婉嫻議員鬧到真係牙血都出埋。你知唔知啊？各位無知嘅議員，當我哋做未來基金嘅時候，就係、是、做一嚿咁嘅嘢啦，又係。梁議員，我認為你講好多啦，對於呢一個議題。哦，咁得，咁我唔鬧未來基金啦，咁我鬧翻曾俊華啦。嗱，主席，曾俊華，我鬧埋一次咧，就暫時唔鬧住啊，因為咧。一隻死咗嘅豬啊，揾滾水落係冇意思嘅，係咪？嗱，曾俊華，我總結一句：智力低下，了解嘢有問題，
心術不正，仲有一樣就是裙帶關係。這個裙帶關係就是我第一次的時候已經說了，我不會再重複的了。主席不給錢他，我相信他都要帶錢來打工，一個這麼蠢頓的人我都沒什麼辦法，不給錢的就各位你通過了不給錢，他可能真的帶錢來打工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其實今天我覺得一個這麼蠢這麼心術不正的人呢，是不適宜用人的語言來討論，是不是？我今天在這裡跟各位說，他說我在做戲，事實上真的事實上是我不用回方方面面看他整個人的本質，是沒有辦法看到一個這樣的人可以做到我們的司長。主席，我現在正式在這裡希望呼籲所有是支持有這個全民退休保障反對未來基金的同事，雖然間你很憎我長毛，我說話不好聽，但是我可能是一塊黑金子來的，是碳，是一塊煤來的，燒得的，是不是？你燒我就行了，我不怕變成灰燼了，你就說吧，在我的問題上面鬧又好讚又好，總不知講完之後你就去煮滾鍋水，令到老人家有粥食，抌啲米落去，是不是？我冇所謂。各位，我鬧曾俊華到呢度一個一段落，因為其實主席都啱嘅，鬧一個人何必鬧得太多啫？鬧得太多唔值錢。我就主席，我會宣布咧，而家我結束對呢個曾俊華嘅大批判。古語有云：七擒七縱，呢、這個諸葛亮七擒七縱對萬王。我今日都七次嘅鬧咗，喂，有冇反應？諸葛亮去鬧一個萬不毛啊，深入不毛嘅，喺呢一個 Burma 即係緬甸嗰個地區，有個族有個遊食人酋長叫做萬王，諸葛亮鬧佢一捉佢一次。放佢一次，捉佢一次，放佢一次。我今日都捉佢一次，放佢一次，七次啦。呢、這個萬鑊真係大鑊啊！雲頭都唔喺度。所以主席，你講得啱，一言驚醒夢中人。對於呢啲咁嘅智力低下、心術不正、抄襲成風嘅人，實際上係唔呢幾句説話咩話？正話呢幾句説話，你重複咗好多次啦。哦，唔係，有時好難講啊！我阿媽一嬲鬧我都係咁啊，死仔包，死仔包就可以話阿媽鬧咗好多次啊，死仔包佢話不足以泄我之憤也。嗱，我就唔會鬧死仔包。嗱，主席，我而家宣布，我唔再攻擊曾俊華，我而家邀請曾俊華一樣嘢，對談，揾你談，揾我談，揾陳婉嫻談，揾所有。贊成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嘅人談，咁就解決到啦。就唔係呢匿埋一個屋企裏面用打字機鍵盤戰士嚟戰勝我嘅，係咪啊？鍵盤戰士係唔應該攞幾十萬嘅人工嘅。我宣布，曾俊華同志端正態度，解鈴還需繫鈴人，指鍋為母，你揾我傾，係咪可能有得傾？你話490億。做基金有得傾，你話2017年你哋智力低下做唔到，2018年做呢一個全民退休嘅經，唔好再鬧我，唔好再侮辱老人家，唔好再侮辱自己嘅人格。主席，我正式宣布停止鬧佢，七擒七縱無所獲。我下次七步林鄭月娥歸案，同埋而家七步冇開會嘅議員歸案，請點人。
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跟住落嚟咧，我會就總目74政府新聞處咧係發言嘅。在今次這一部分的合併辯論裏面，牽涉到政府新聞處削減預算開支的修正案總共有10條，由370到379，主要是由梁國雄和陳偉業議員去提出的。首先我想說，在削減政府部門或者說要執了哪一個政府部門，其實政府新聞處是應該是頭三位，因為有些政府部門呢，你幻想削曬佢嘅開支，喺真實世界嗰度會係點呢？你係想象唔到嘅。即係譬如成個警務處或者成個保安局削咗，咁香港會係點呢？咁有人覺得呢個係無理取鬧啦，要削曬。咁但係政府新聞處呢就真係得㗎喎。大家諗下，如果今次嘅修正案有例如370通過了，削曬政府新聞處個人薪酬薪金的全年開支，那即是沒有人啦，沒有人的處即不可以生存啦，那個局面會是怎樣呢？沒有事的喔、哦、那各個政府部門自己做回自己的新聞工作咯、啊、特首辦有特首辦做，兩個司長辦公室有兩個司長辦公室做，各個局各個處自己請一兩個人去統籌返自己的新聞工作，所以政府新聞處呢是最可以削的部門。根據總目74呢，政府新聞處所牽涉的預算開支呢，其實個金額以一個處來講呢不算好多，4億880萬。在我未深入討論要削減政府新聞處下列的開支的詳細情況之前呢，我想帶大家去很簡單地看一次政府新聞處的工作那五個綱領，而再檢視一下五個綱領下面所牽涉到的預算開支呢，其實都是有一些問題在這裡。簡單簡述五大綱領包括：第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第二，本地公共關係和公眾資訊；第三，輿論；第四，公民責任；第五，是出版。我將會深入講的是綱領二，本地公共關係和公眾資訊，這個亦都是在這五部分裏面牽涉開支最大的。不過我先看下其他部分牽涉的開支。第一，香港以外的公共關係，其實呢個宗旨就好簡單啫，就是在國際間推廣香港的良好形象。咁呢個真係好闊，同埋其實好多政府部門、好多相關嘅機構都做緊同樣嘅嘢。但係你睇下喺2013年喺呢個綱領香港以外公共關係嘅預算開支呢係8960萬，但係實際開支呢是8520萬，比預算呢是跌了 5%。 我再看回它實際做的事呢，其實也是跌了的。我想論證什麼呢，就是其實都不是幾想做，又不是做了很多事，預算都使不完，剩了成 5%。 譬如曾與協助受贊助訪港及訪港的曾與協助受贊助訪客和訪港重要人物，那在2012年呢就377個，2013年呢就得260個，即是還做少了。安排香港以外的講座數目，2012年呢203場，2013年呢163場，即是還少了。所以呢這個功能呢又不是很發揮到，而且亦都可以其他部門去取代。綱領三是輿論，輿論就是透過傳媒表達的輿論以及公眾對政府政策措施的反應告知政府。那這個我又真的覺得已經多餘，因為跟中央政策組已經是重疊了，
一是你們就支持我 cut 了中央政策組，一是支持我 cut 了這個政府新聞處，在這個輿論的功能那裡。而不知是否因為有了中央政策組呢，所以呢 2013-14 年度的原來預算和它的修正預算呢都是減低了的，減低超過 2%。 那這些研究傳媒輿論對公眾政策的反應告知政府，這個中央政策組已經在做緊。綱領四，公民責任，就更離譜了。什麼叫公民責任呢？即是政府一些宣傳運動。大家記不記得過去一年政府有些什麼宣傳運動呢？我想最記得的可能就是大嘥鬼啦，惜食香港啦，跟住那些已經是鑑生穿作赴會，將啲活動拉埋一齊嗰啲家事香港啊，咩祝福香港啊，即係急就將牽埋一齊呢啲。但實際上呢，其實用嘅錢呢又係用唔曬喎。原預算係4600萬，實際係4200萬，跌咗接近 10%。 究竟喺呢個公民責任嗰度係做緊啲乜嘢呢？譬如睇實際數字，舉辦展覽嘅數目由2012年的103場到去年呢只得86場、啊。其實各個政府部門如果是屬於他自己部門，根本他自己部門去做呢就更加有效率，更加清楚這個要推廣那個運動，即是防火有防火，禁毒有禁毒，將他擺咗落去政府新聞處負責亦未必是最好。最後出版就是政府那些刊物是由這個政府新聞出版啦，但出版量都是跌了的，是由2013年預算是用了6660萬，但實際呢就是用了6620萬。好啦，咁而家呢就詳細講嗰幾個我認為應該要削減政府新聞處開支嘅理由啦，就針對返本地公共關係，即係佢本行啦，同埋公眾資訊。咁呢個喺個開支上面呢亦都係佔整體開支呢最大嘅。呢部分係綱領二呢佔1億9080萬。咁主要咩工作呢？主要工作就係安排傳媒採訪啦，同埋發放新聞稿。呢啲就係佢主要嘅工作。梁振英上任以嚟呢，政府新聞處都俾大家救病呢，成為咗一個宣傳機器，係本身佢應該係一個宣傳工具，但係呢就變，我哋講到宣傳機器呢，其實就係講緊有負面嘅，呢個詞語有負面嘅色彩，就係一個政治嘅任務咁樣，影響緊呢傳媒嘅監察力。即係政府可以宣傳你嘅政策，可以報導你嘅新聞，但係唔能夠歪曲，唔能夠扭曲，唔能夠引導，係令到呢傳媒係得唔到充分嘅監察權利嘅。嗱，好似舉例啊，發展局長陳茂波呢個劏房事件，大家記唔記得？政府新聞處被人救病咩呢？就係接近凌晨時分先至發新聞稿啊，交代佢本人同妻子曾經持有劏房物業。當其時呢，有新聞工作者團體已經發過聲明，就批評當局在深夜時分才出稿，即其實那一早出的，他不知道是鬥氣啊，還是怎樣，還是砌不掂啊，就搞到深夜時分才出稿，那是有違呢梁振英強調要開誠布公的原則，所以那些新聞工作者的團體呢是感到非常之憤怒。當局選擇接近凌晨時分才出稿這個操作呢，令到傳媒尤其是報章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找人回應，又不夠時間，即是半夜你打電話給陳偉業議員吵醒他回應嗎？難道是吧？那要砌稿或者自己寫評論稿又不夠時間，這些不是一個突發新聞來的，這些政府新聞處應該是配合新聞工作者，所以就令人懷疑當局根本是不想傳媒去廣泛報導有關的回應，企圖淡化影響，即是有些早截稿那些做不切就不做，第二日被一兩間做了變成救民又不再詳細做了，總之就機關算盡，扭盡六壬，就想將個新聞的傷害性呢
或者丑闻的伤害性咧减到最低。这个咧其实违反了他说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跟本地传媒咧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而家咧就是关系啦，就是破损紧嗰个关系，令到啲传媒咧是怨声载道。另一样足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惩戒政府新闻处，就是咧佢出稿嘅时候咧喺啲稿件嗰度咧系做手脚。点样做手脚咧？例如有一次记者问阿梁振英，佢话 ：CY， 你第一次落区就落荒而逃，系咪都感受到市民要求你下台嘅声音好大咧？咁样点知新闻处出稿嘅时候咧，落荒而逃嗰四个字咧就被消失。嗱呢一啲负面词语被消失嘅例子咧，我只系喺个发言度举一个。但你上网抄翻呢啲个案咧，其实好多，即系出到嚟就变咗。昨日落区你有咩感受呢？市民叫你下台嘅声音好大喎，咁样将嗰个问题嘅尖锐嘅问题就改头换面，即系重新包装，变成一句比较平铺直叙，亦隐藏一啲关键嘅词语。所以咧又俾人诟病，梁振英上任以嚟咧，政府新闻处咧就变成咗宣传机器。嗱，呢啲系负争论性嘅。但有啲係實際嘅，就唔係我講，唔係話報紙唔鍾意政府，唔鍾意梁振英，係堆砌一啲罪名。去年審計署亦都批評新聞署未有善用免費電視頻道嘅政府信息播放時段，反而呢花錢喺唔同嘅報章重複刊登招聘廣告，同埋呢爭取巴士站嘅海報燈箱數目，唔理销量同埋收回成本原则，大量印刷政府嘅刊物，并花钱租用仓库存放滞销嘅刊物，枉花开支呢係接近1000万。嗱，政府新闻处因为佢有钱使呀，所以佢就唔使动脑筋。其实如果你冇钱反而好啲，我哋譬如冇钱嗰啲呢，你要諗尽巧呢点样令到唔使钱，但係好多报纸会报争住报，而不是呢財大氣粗，唔使你唔報我唔緊要，我買全版廣告，買半版廣告。記得好多時呢政策推出或者爭議性政策要出爐嘅時候呢，就大版大版咁喺嗰啲免費報紙呢買全版廣告，就想去製造輿論。錢就用咗啦，但當然係製造唔到啦。但而家講緊嘅係你有冇花心思去運用呢一啲免費嘅渠道去發放政府嘅消息，而唔係有錢大晒你買成個節目時段都得，日日講政改，日日買政改特輯，由朝播到晚，亞視而家冇廣告任你播添，即係唔係咁樣去用一啲公帑囉。審計署建議應該多利用網站同電子方式刊登政府嘅招聘同埋招標公告，編排更靈活嘅政府信息播放時間，鼓勵電視台唔同時段播放。新聞署都有回嘅，新聞署呢就話會同各個部門研究制定推廣信息指引，並透過政府網站同手機程式擴大政府刊物嘅接觸面，減低印刷刊物成本。一講到手機程式呢，我又嬲啦，即係上次喺特別財委會，我就對住嗰個係資訊科技辦公室就話，你生就生咗好多程式出嚟啦，下載率呢又非常之低，又冇去做推廣，其實用下載率去判斷個程式受唔受歡迎呢，已經係最低層次嘅判斷嚟㗎啦。唔係下載咗呢代表你成功嘅，下載咗可以係呢死咗嘅，即下載咗唔用嘅，貪得意下載返嚟，但佢連下載率都低，你就可以證明根本就係浪費緊公共資源。而政府新聞處既然你話你有咁嘅任務，係有個公民責任綱領性嘅任務，係要呢幫助決策局同埋政府部門去舉辦一啲宣傳運動、推廣活動。咁喺呢啲而家即係數碼年代啲手機、平板電腦嘅程式嘅推廣，政府新聞處又有冇做過呢啲功夫呢？冇，睇唔到。最後呢有一單呢就係關於政府新聞處嘅籌作嘅問題，
我想在這一節呢，我未必有充分的時間去交代，我想我稍後時間呢再會作出補充。有沒有其他委員發言？范國威議員，我要求點算。